大家好，我是大连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雅。然后呢？天奶奶。天奶奶。嗯。各位先相遇。嗯。还有什么？今儿就是网友不是说了没见过俺妈，俺妈就是定时出现啊。今儿还是弄了两条鱼，教俺叔母干小雅没学打煮鱼嘞。中午喽。尝尝鱼肚的味儿，哪味儿？然后，对吧？啊！我去弄点红薯头去啊，走吧，好，好，你们家等着啊，好。我尝尝，吃出出来呀！这是今儿个家种的净大葫芦呀！呀呀，种的呀可大呀！这葫芦大吗？它这种漂亮的红啊！娃年能啥可美呀？不种，老了，这是长老了。娃谁能啥？娃年可美哈！不种，你没地这真大没法拿。哎，你不长了行啊？你说你塞到这可让怀孕呢，塞的。后要厚一点，又厚一点，没事，他拿好煮两分这个。不喝，谁喝？我这边不喝，你先搁冰箱。老表，小鸭母，你还收拾抖擞的，你喝着弄嘛抖擞嘛。人家银，那银行弄啥东西，叫我了更不中了，小鸭还不剩你呢。胡椒粉，你要不去院里是院里的。我说吧，你拍东西你别乱拍，你站着拍。等会儿你站着，你站这样拍不行。我这儿，咱这样拍，不这样拍了，可碎。你要这样的话，这样压着，这得一会儿很厉害。老酒。过两天厨师比赛了，恁都在那块做菜的。什么什么？水煮鱼、水煮肉片都中。等会儿。好湿溜溜的。你大老大看。好了。对。老表喊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我敢。你看看，这家的鱼骨头先煎一下。饭店去你，你搁前头坐吃的，你往后头看着咋你出来？是吧？大哥，你啥的都叫不动。
了，我不找他，这春花找找可难了，我还看一天都是找这里。这可没叫柚子抓里头啊！嗯，哎，我说叫你学习了，你跑到我这儿暖了，我刮葫芦。哎，等着先煮一下，先搁冰了啊！不是大，我这大水了，我想大水儿。是不是呀？我这大冷的，这冷的不是还大胀的了，都别老精了呀！有事。今天你来张院呢？你不张院，尝尝。你少涨了呀，咱少涨了，上涨五了。你油皮不回家？把这粉条照着了。好。嗯，放点红油豆腐粉条垫垫啊。红油叶粉条搁一条先煮煮了。吃的啥青菜都多是吧？啊，吃啥青菜？吃这种蔬菜最好。这是片吗？鱼片吗？啊，煮三分钟啊。姜、蒜、辣椒。麻椒、鸡油、撒点葱花，好，结束。水煮鱼，再见。谢谢妈妈。吃吧。真香，这个味儿要闻见我那个，嗯。姐儿，你学的咋样了？学的差不多。都啥呀？哎，都啥？这不是鱼啊，是片那天鱼片儿片片吗？嗯。这不青椒、葱花儿。嗯。这还芝麻呢。啊。啊，芝麻，你看看弄的多好。我估计你还是没学会。这那麻都还不中。我给你洗吧。来，开门吧。嗯，来来来，洗吧。来。就是哥，俺爸、俺娘、子睿他仨住的清淡一点。咱搁这坟上吧，来吧。